文安，他曾经有一本课本上都写满了你的名字。虽然我……哎，顾医生，我不知道他为什么去法国，但肯定不是为了艾瑞特。现在去机场的路应该很堵，我觉得摩托车会比较快。你什么意思？我的意思是，你再不出发，就追不上他了。他说过他一定要跟艾瑞特去法国，我为什么要去追他？ 这个问题只能问你自己。你知道吗，顾医生，文安他曾经有一本课本上都写满了你的名字。被我发现之后，他跟我解释说，是因为他想成为像你一样的医生。但是这话，你信吗？我也没见哪个医生抄希波克拉底的名字抄一整本吧。虽然我……哎，顾医生。 Ne pense plus à vous rapprocher de Dr. Gu, à moins que je meure. ご当主、関羽刺史、携带亨廷顿舞蹈装、治病基因。安，是你。 所以你知道为什么吗？ 这是我去巴黎的唯一原因。对不起，安，我不能这样带你去巴黎。为什么？安里头，我只是想参加马塔博士的实验，我一定不会缠着你的，你不要有任何心理负担。再次失败，这个项目已经终止了。对不起，终止？对不起，安，是我骗了你。不是，你给我看的资料里面，动物实验进展很顺利啊。 为什么终止了？给你看的视频是服药后3个月的，但实际上6个月后，小组死亡率超过了60%，实验还是失败了。哎，对不起。 太想带你去巴黎了，我一心想着巴黎空气里恋爱的味道会让我和你产生美好的化学反应，可完全没想到。对不起，没关系。
我应该早就习惯失望了。